不是已经谈拢了？这个白裤子的女的真的浪啊，真的很浪，就是说内裤都有露出来。虽然是科技脸，但是浪，够浪，够浪。浪，走得太快了。妈的，走得那么快，我今晚有戏的。怎么走那么快？往哪里转弯了？往哪里转弯了？不是往哪里转弯了？不是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屏幕往哪里转弯？啊？不是，这失踪了，停下了，停下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兄弟们，停下在哪里啊？你们不是说停下了吗？在哪里啊？我刚刚在这个位置啊。我刚刚是不是在这个位置？哪里啊？我没有撞上，我没有撞上。我刚刚在看别的东西，我另一部手机在看东西。哎。很洋气的，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！不是他们散开了了呀？ How many views do you have? How many views? You have many people watching? Hi. Hey, how's it going? I don't speak English. I know, it doesn't matter. How many people you have watching? Many friends. Thank you.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。好，妈的，这不是我这个是有点怕的，就是为什么那个，就是是问我多少人在看，我对，这是我不是我担心是喝醉了，妈的，找我自爆的这种。哎，刚刚那个美腿在哪里？哎，他后面怎么说？他后面说找我喝一杯，对吧？哎呀，我应该跟他做节目的呀。哎，这我不会英语啊！他主动找我，我不会英语啊！这真的是主动找上我的。
说不定是很有钱的人，可以抬我一手，在香港给我一个发财的机会。哎，等等，不是刚刚。对呀，哎，别说钥匙谁，早就搞定白裤子，搞不定的，搞不定，我跟你讲。那搞定了，我不是要下播了，是不是？我爽的呀。这边买一串一串的，这个居然会有那么多人排队啊！居然会有这么多人排队啊！这有点像日式的那种猪颈肉啊，哦，这是港女，这是港女。阿瑟离得太近了，我不敢搭讪。阿瑟离得很近的，你看，阿瑟离得很近的。谁莫要一些得不到的梦，谁人负你负我多，从莫要改写为了什么？妈的，我的幻想已炸了。外港平稳时期走过平稳的他们会理我吗？他们弯到那么小的一条路干嘛啊？还有什么企图啊？等一下，他们弯到那么小的一条，等等，这边不能穿马路，那别走慢点，走慢点。等一下，会不会脱衣服啊？我先确认一下左边有没有事啊。这边有点像 TVB 以前那个，这巷子里面在吐，然后这个发生了什么事之类的，打起来了之类的。算了，不跟过去了。这估计是刚认识。真的在谈价格，好像我听到 much money， 好像真的在谈价格。对，我这条路走了，对不对？你醒醒啊！大多数人都冲不了。
大多数人都搞不上的，只有少数人才搞得上，大多数的人都搞不上的。这里怎么有那么多阿Sir啊？我就没见过一个地方连续有那个的，这边连续有啊，五步一个，五步一个。他们两个是谈价格，谈完了，是谈价格吧？哎呀，别跟着了，这各位兄弟啊，各位兄弟，目前兰桂坊的游逛项目到此结束。今晚的节目精不精彩？去了 TVB， 也去了兰桂坊，精不精彩？各位兄弟，精不精彩？精不精彩？不是非常枯燥的，不是非常枯燥的。我又没有，对吧？我也没认识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找演员、剧本之类的，精不精彩？你们说，精不精彩？不差点意思，对，没事没事，精不精彩就是。实事求是，是不是努力了？这没办法，我不认识人呀，我也没什么魅力，谁理我？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但是我有一颗赤诚的心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有趣的灵魂。这问题是，我太矬了呀，碎宅了一个，我还碎宅，精不精彩？今日中环兰桂坊的项目到此结束了，到此结束了。因为我准备就是，精不精彩？因为这个内容是我在这边逛，等于你在这边逛，你可以看到这个，对吧？你来的话也就这样逛，你也不会发神经病的，对吧？是不是？精不精彩？我当然希望不断网，但是他就是要断，怎么办呢？也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吧？精不精彩？各位兄弟自己说，还有什么要欠缺的，必须弥补一下的？还有什么要弥补一下的？是不是？下次再大胆一点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下次努力。日榜已经告诉我答案了。少祖哥，这个对我打击蛮大的，这没礼物，我也就是说那个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别打击我了，少祖哥，这，那你就来一个吧，少祖哥，你就来一个吧，好了，少祖哥，我光买酒今天也买了两瓶了，精不精彩？啊 ，hello。这会被打吗？会不会被打？我离远一点，我离远一点吧。喝醉了好像。金毛喝醉了，金毛喝醉很吓人的。因为这个体质比我好，知道吧？打不过的呀。别说一对一了，妈的五个人。你
看这边阿 Sir 是多呀，这这这。走远了吧？好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走远了就好。不是缩。体质好呀。我麦当劳搭上吧，这样用 WiFi。哎，你们看今天这个网好像用的时间还蛮长的，两个小时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呦，哎呀。